闺蜜两个字，那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所谓的闺蜜吧。他们说出口特别暧昧。手机打开第一个号码是他，我就拨出去了。就是他在这一晚都有帮他主办生日，就很像他女朋友一样。他们是真的恋人。很冷什么的，他会把外套脱给我。因为他心是空的，有一个人很容易闯进来。感情即将修成正果，我想要试着去喜欢他。你要找老婆，应该就是要找像这样的一个。这是在告白。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潮。